哎，大家好，这是 Nix 为大家带来原神的游戏视频。我们上一期呢，应该是把青睐岛已经探的差不多了。我记得好像当时这个地图显示已经是探到了 100%， 但是呢，应该好像是这个岛是还没有探过，其他地方应该是都已经探完了。今天呢是现在是一个新的一天，这个人的占卜。这个人占卜好像之前录的时候是好像类似于是就是已经是最后一次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占卜是没了是吗？看看另外一个选项，说是要再休息一段时间。他这个休息我不太清楚，指的是可能等个一两天，还是说要等一个版本？总之是这个占卜是没了。然后呢，还有这边这个神社之前的这个猫啊，对，之前好像是给了我们一个世界任务，说要再回来，现在是又有世界任务。好久以前坏的，它比箱子先坏。箱子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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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坏的。所以开始帮忙修这个神社。没有全部倒下。好吧，这个回马架感觉为什么感觉很大呢？一开始我也是倒下一个鸟居。之前这边是两个人吗？怎么感觉是一个人似的？亲子是只猫，木头架，就等于是我猜这一系列的类似于是日常的一个更新任务，才更新到最后，这个神社会恢复以往的一个生机。よいしょ。
银子是只猫，木头价还给20的原石。这两个人归位了，而说这个人一直是在，只不过他站得太偏了，我一直是没有注意的。这两个人是什么情况？目前好像感觉上还是没有交代。应该是没有其他的对话了。这个对话好像是之前有过的。可以，这样这个东西应该是弄完了。看一下这边怎么过去。我估计可能从上边走，其实可以。这个 boss 其实也是可以打一下。あんたを信じるよ。这个 boss 是你靠近它就出声吗？就死了。总之是雷电将军的这个升级是需要他这个材料，但是刚才真的是 BOSS，就是没有学到啊，感觉估计现在应该是还有这个不是原石是什么树脂吧。应该是还可以再打一次，估计是下次打的时候，可能就是让他攻击我不还手，可能是可以学习一下 BOSS 的攻击动作。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是世界 BOSS，不是这种周长 BOSS 的话呢，还是有可能出现在螺旋里边的，所以可以是拿这种至少是野外的 BOSS 呢，相当于是打一打，至少学习一下。要说直接到了螺旋这个等级，一下高起来。变得难打的话还是挺难，学的话估计会比较没有效率。像我这个方向飞得对吗？其实我应该把那个羽毛开启了，忘记了。应该是这么飞比在地上跑应该是要慢，但是开了羽毛后应该是哇、哦，这些人跑得好快。打到了。ここだよ。
什么还有这个拿斧的这个人的攻击就是一直很奇怪，看不太懂，他好像这个挥个斧子要挥蓄力半天。看一下这个岛，估计就沿着左手边看吧。这个营地感觉好像就没什么怪一样。其实可能是我猜是不是有怪，是我攻击把这个怪一下秒掉了，它没有，其实没有刷出来。就等于这个地儿实际上在地图上看的这个，我类似于是给我感觉上是人工建筑，实际上是丘丘人的营地。那个拿火炬的人是一直卡在里面，怎么突然他好像就传送出来一样。看一下，估计还是按照沿着这个边缘吧，先探索一下。问题吧，空人のご加護ってやつ？是飞回来了。我们感觉这个玩意儿从那边好像是不行，这边我才能爬上来。足元に気をつけて。岛的山上。标记一下，这好像是还剩一个了。
我在为什么打那个魔法呢？为什么没有近战的？我想打这个东西，我都没有注意到那边有个人。人刚才是拿这个东西飞上去的，现在还是沿着这个岸边探索一下。为什么？又刷出来一个人。就等于是有些怪把怪打了之后，那个东西会解除，是吧？然后有个雷法师。看一下，当时好像是这么着绕了一圈，估计是绕回来了。哇、哦，又被黑暗之魂了是吗？还有吗？呀！嘿！次の仕事は？这么费劲就给一个破木箱啊！
火，这是什么情况？这个地儿你设计完了之后，这个怪自己老掉到平台下面，这是一个什么意思？ここで一曲宝物。看一下这个建筑，应该是探完了。走るより飛ぶ方が早いよ。等于是往那边还有。おさわり。はじけだ。最后的这个是在是要把这个营地打了吗？这样应该是那边那个东西应该是都解开了，那别的这个岛上的其他内容，觉得先暂时不管，先把那个解谜做了。还有一个神童在啊，这个雷神童应该是好像是最后一个了。あなたのこと。火。人呢？又掉下去了。好像就是我在探野外的时候，好像拿的这个低级的东西应该会比较多，所以老满。这个是拿了元素精通没有用。都是，我觉得羽毛至少你要三个属性，但是雷电将军的话，元素精通是基本没什么用的。生命值，暴击伤害。感觉没什么好使的。随便生一个东西吧。我的这个风的套装，元素精通，砂糖应该还是需要充能。风套装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宗室的有没有攻击的沙漏？两个属性。其实香菱如果是纯打辅助的话，元素精通应该是不错。防御力。升一个这个。其实也不是，就是我有一些值得升级的，但真的就是感觉提升不大。现在基本就是基本的要求是满足了，也并不是说是装备说差到哪里去，说是因为装备不够，什么东那个像是螺旋之类打不过，并不是。再提升的话，真的就是需要连着肉，好像这边升满级是可以肉五次属性。你需要连着肉到五次，就是你想要的属性上，很难。像这个就直接歪了一次。这个东西我就是，如果我肉满，我不肉到防御，我其他的属性可能跟我现在已有的东西可能是持平。所以这个东西我升不升呢，就感觉怪怪的。可能我是没有元素精通的这个部件，应该是没有。就以后如果想要一个元素精通的宗室的沙漏的话，可能是这个部件能用到，但就是感觉用处也不大，或者说用到的几率吧非常的小。又是元素充能，16级以后就其实就升得很慢了。现在这种情况都是不太暴击的属性，基本就没有一个暴击，这个应该是受到两个暴击伤害。之后如果说再比如说受到一个充能，或者是甚至是更差防御力的话，我估计这个比我现在已有的其他的元素充能的，就是之前给香菱运过的那个散件，应该是还要差了就。暴击伤害至少是，这是一三，等于是一共四个暴击属性。至少如果以后是需要的话，是可以用的。我有，这是刚才这个吧？是刚才这个。我记得之前我的元素充能散件好像是那个火套装上的，这儿倒还有一个。不过就这个样子，反正是刚才是背包满了。我这升下级是多少？背了大概200个。嗯，看一下岛上的这个雷神瞳应该是拿完了。丽莎姐姐换出去，20级太危险了。有的，好，よいしょ。这是他们秋秋人的武器。刚才有东西可以捡还是什么东西？锋刃，这个东西，好，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可以烹饪。
走るより飛ぶ方が早いよ。这些路障怎么就感觉好像是游戏初期是木头的，现在这 QQ 人升级了，好像变成了铁质的路障一样。啊，一开始这个路障也是就是纯木板，现在上面还带了铁钉子。这是放电的，这个是祭奠呢。为什么只有一级？よいしょ。这就是只连了一个石头，感觉好简陋啊。ここだよ。哪儿去了？走るより飛ぶ方が早いよ。是这个玩意儿吗？怪是没法儿，我好像把那个东西给打出来了，是吗？怎么还有一个救生员出来侦查的？気をつけて、風だ。ここだよ。怪还是，还好是充满了，但怪就是坚持不到这个温迪的意义，现在是充能结束。有时候就是怪死了，下一个大招还没有充满。这个风的是一个直线的。这好像打那个水的人打太多了，我一直以为是直着滚就行了。这个怪我感觉上，如果你太多了的话，还挺难躲，攻击是
有追踪，有快的直线跟有慢的直线，这是干嘛的？走るより飛ぶ方が早いよ。我倒是到这个山的上面来了，那个东西我已经拿了，估计没有用了吧。感觉我的可力已经可以去打篮球了，这么扔东西扔这么准。对，这样跑一圈跑回来，我觉得这个岛应该是乱七八东西应该就探完了，整个这应该是青睐岛，我觉得应该就是探索率是应该是真正完成100。看一下七天神像，还有个明草，这样好像是差两个，差一个就等于是可以供到九级再多一个。这等于是十级还需要29个，我猜2.2版本还有一个岛屿或者是两个，等于是这个神像上可以拿一个钥匙，然后我猜那个什么神鹰树好像，这我应该看一看神鹰树的，至少这个岛的东西应该是探完了，看一下神鹰树吧。这是升到了好像 2.0， 是升到了20级还是25级？现在升到了30级，这个是可以再升10级，就等于是开2.2，我直接升到40级，然后我再探索探索，估计能升到50级。奖励这么看，这个看不了，但是28级一个钥匙，18级一个钥匙，8级一个钥匙，等于是每到8级，等于38跟48还有钥匙。或者可能到了后边的这个奖励可能会变好，就至少还要有100钥匙。这个是满了吧？我打挡箭版本最高。可以，这样这个东西应该就探完了。看一下，现在应该是 2.1 的东西，除了整个剧情上的东西吧，应该是探的差不多了。这个村子的那个占卜应该是完了，然后那个神社的东西可能还有一些，我估计到时候我录一录。这边这个 boss 我可能打一打，打完之后看看雷电将军，给他剩下了，至少我觉得升到60级，我的角色即使不使的话，觉得喜欢的可能大概升到60左右。但这次我估计就不输出了，我想学习一下这个 boss 的技能。よし、出発しようか。一緒に頑張ろう。大概这么一个样子。估计把你的，就给你换成一身比较奶的东西。11的生命值，15。9。
元素充能效率，估计跟班尼特的可以兑换一下，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武器26000，为什么我最早的时候我芭芭拉弄到30000的血？みんなまだ頑張っているんでしょ？ミュージックスタート！バーバラ、次の仕事。这个东西可以打吗？打不了。ついていきます。被标记了，然后呢？元気出せよ。就直接躲过去就可以了。好，我可以平射。躲。这个我走路就行，不用奔跑。这个、攻击也是走路就行。哦，这是你需要看清，如果是朝着那个方向移动就不行了。这个没有关系，横着走没有事儿。攻击的判定有点神奇。这干嘛？芭芭拉的这个 E 好像是加10%移动速度，我不太清楚没了这个 E 会不会，应该不会追上吧。这个我现在是要侧向移动，快跑两下，手往上扬是这招，传到我身边要干嘛？跑两下，还是近身才有什么效果？没有，免疫。传送，这招就是好像比较难躲，但伤害不高。但是你要被一起打到了，可能就有点伤了。我现在是没有加速的，没有事儿。这 boss 还会卡人，这个向前突进的我跑到身后就打不到了，是吧？这个等于是这 boss 现在是可以绕背的。这个可能要多跑两下，突进的这个东西不对。火，这个够阴险的，要是前面被硬直一下，被后面那个桌上，我不太清楚。这招的追踪性能也不是很好，他的这个旋转的东西还是感觉有点。这个会打到我吗？完全就是没有对背后的一个防御能力，就是离近的话，主要是摄像机太难受了。就是这个扇巴掌有点难。
火。还有吗？这个怎么第一次遇见？就等于是那个追踪的那个技能，你要早躲，最后躲好像又变了。还是要这招怎么躲呢？感觉有点。这个只有远程，快死了。我觉得至少是知道这怪是干什么的了，可能就是他那个转圈的那个攻击，现在好像是抬了一个胳膊斜着的一个像大剑，好像北斗不是这样，是诺埃尔的那个大剑的那个，相当于是一直在转那个攻击，感觉上可能是我反应的太慢，还是就是会吃一两下，并不是说是全部吃到。希望到时候比如说是这个螺旋或者什么遇见了比较强力的版本的时候吧，让他不会就是那招不会伤害特别的高。嗯，看一下雷电将军这个可以了吗？不错。还够吗？不够了，还缺这个东西。这个我就不屏幕上弄了。总之，那个 boss 呢，相当于是毕竟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打过。40的这种 boss，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打的。包括这个水方块，估计，但这个东西我兴趣不大，感觉就是这个方块感觉上满世界都是。这个东西还算是比较新的一个 boss， 所以说对我来说更感兴趣一些。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录一录？应该是这个月中王国，这两个我看了一下，这就是钓鱼的。我估计我可能四点时间还要把它填了。今天我现在要钓100条鱼，每天现在就是我睡觉前去做这个任务，感觉都快睡着了，就是要，因为每天现在是白给你50条鱼嘛。蒙德的鱼食，之前好像是找璃月的那个鱼食，现在去蒙德，就是这个人。ウォーミングアップしよっか。う、見つかってしまった。好像我记得这边还有一个。
真实身份其实是大海龟。这个倒是可以想象到。为什么海龟在陆地上生活？寻找化石，好吧。雪の日は身を隠しやすい。例えば雪降りの術は吹きつける雪の力を借りることで自分の身を隠す。他のものが好久没有采这个星银矿石了。矿渣。在那边还有一个。头头的，我下意识想贴关羽，又给他狙击掉。哦，这是前行的内容。要跑了，我觉得不好。要跑哪儿去？临洮山。这帮盗宝团就相当是被我们打死了，是吗？怎么感觉这么点儿背呢？稍微好不容易偷点东西，结果被我们给发现了。好像是这个东西吧？啊，这个东西，哇，这个当时我真的是不太清楚这个地方的这个解谜，好像当时我就是生猜出来的。这个根据，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太明白。雪が積もったら雪合戦しよう。这地上的东西好像也是一样子的，周围这个地我应该是探索过，我不太觉得说是周围有什么东西，那怎么没有看到？风筝。总之，这个解谜是我目前是最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怎么回事的。看一下，好像之前获得了
这东西好了，合成。就等于是这个五是不太清楚。之前钓鱼是好像钓下来过，是这个所有的五十都需要钓鱼吗？这几个是我看好像是你可以捡，好像差两个，这个我差一个。装着化石的袋子，矿渣。嗯，对话。温柔香是什么东西？轻小说，名字很长是吗？有时再也没回来。有点没有搞懂这个，虽然说是找到龙脊雪山是找了什么化石，但是这个化石跟他是怎么证明了那个化石就是这个海中月的祖先呢？有点没有搞懂。这东西是没了啊，就等于是月中王国已完成，给了60，就好像是每天给60的原石。我猜这两个可能是这两个钓鱼任务，这又是两个钓鱼任务，这两个好像是任务，估计是这么一个样子。像现在应该就是正式的东西应该是没了，我估计我四点时间可能我去钓钓鱼，这边现在离月好像是这一个鱼点，这个鱼点我需要钓100只鱼，然后我不太清楚这些鱼点刷新了没有。其实现在想想就头疼，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感觉这个钓鱼还是蛮轻松的，但是现在一旦给你弄一个什么现实任务，你不做的话就会感觉很亏。像这些鱼点都刷出来了，所以这种鱼我也是要钓。总之是估计就4点时间做了，这期呢先录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这样我们下期见。